为着打造大拿地方产业的机会，大拿镇长柯有江积极寻求资源，推动大拿地方创新计划，获得县府以及地方各界产业团体的支持。今仔日伫公所举办大拿镇地方创新共识会议，县府综合规划处处长郭凯迪率领着团队与会，参与的地方各界团队人数大约有50名，大家做伙为大拿找出生命力。大拿镇长柯有江非常认同地方创新的理念，组成公所跨科室地方创新团队，积极推动大拿镇地方创新事业计划。今仔日举办地方创新共识会议，拟定地方的特色方针，包括在地文化升级、友善农业、产业准备建设等三大主轴。透过初步沟通讨论，找出最适合大拿发展的地方创新元素，并一一盘点地方产业特色，每合相关的合作对象。今年呢，大拿公所也正式向咱国发会哈提出咱大拿地呢地方创生哈，今仔也真感谢哈，真济地方事业啊、提案啊、团体哈，含咱啊农会，含咱真济咱啊校校哈、表演团体，今仔来甲公所哈，我相信咱甲咱大拿哈有特色个产业。有特色的文化哈，透过咱大拿地方创生啊，这个提案哈，和咱既有这文化、这产业，有法度找到更加侪个资源人挖去，咱大家做伙拍拼哈，为咱大拿地方个产业哈拍拼哈。2023就是大拿地方创新元年，公所会继续努力开启地方创新生命力。处长郭凯迪也送来一份礼物，将争取第八。别经费送予大拿镇举办文化活动，并甲镇长做伙宣示大拿地方创新起跑。细心是毋错，民众大拿镇长不得。One, go!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，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，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遭遇，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，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。未来的国际合作，那我们会陆陆续续，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， 包括相关的交流。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，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。五花6000块现金，你领了吗？要在 ATM 领现金，记得要带三个东西，一个是健保卡，一个是身份证，还有你的提款卡。首先你要用 ATM 领这6000块，你要先确认这一台提款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贴纸，叫做普花现金。我们现在把提款卡放到提款机里面，好，现在就进到页面了哈。那你会看到在这个屏幕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全民共享普花现金，你把它按下去，输入你的健保卡的所有的这些账号，输入健保卡号码以后，你就进入到下一个页面，叫做身份证字号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确认键。好，我们取回卡片，我们就完成所有的动作。记得哦，不会有人传简讯或者 email 叫你要去领钱，也绝对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你叫你如何去领这6000块。或者是转账，如果有这些行为，全部都是诈骗。你到底怎么花这6000块？请你留言告诉我们。